黄西洋也是为数不多能够左脚都能轰出不错弧线的任意球的球员。看看右脚的质量怎么样，打门了，哎呀，球打在人墙上，想打一个穿人墙，但是没有过去。再传起来，不操的这下补位啊，哎呀，小指这一下出来的这一下拼抢太关键了，哎，这下突进去了，后卫啊被对方快速反击打进一球，这样的话申鑫队现在是1-0领先。直接打了建业的反击，八、号亚伊尔顿的，这是咱们说的对方的这个查尔顿，查尔顿，这是咱们比赛刚开始再看一下刚才这中卫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两名中后卫平行站位，没有形成这个前腰的保护。是啊，因为说了这个八号他的这个速度，你看一旦打穿之后，你看就是这个时候你再让中后卫回追的追不上的，这个球啊，李磊被带倒了，直接就第一道防守屏障都没拦住，桑科还冲在前面没回来，就是顾操一个人在回追。上半场比赛进行了目前是25分钟，我就不要受到这个球的影响，这个球不要受到这个球的影响，我们还是按照赛前制定的这个战术去打。